Hello， 你叫咩名啊？我叫 Desi Windasari。你今年几多岁啊？我今年21岁。好，结咗婚未？我未结婚。未结婚，好，开始介绍自己啊。我识少少讲广东话，我介绍自己，我叫 Desi Windasari。我是 Indra Mayulai， 我 LD Paklok Jat Jatho， 我今年21岁，我出世1999年1月31号，我身高180cm， 我身长145kg， 我身位高，我读书高中毕业，我没结婚，我一直做过嘢，喺雅加达利用年2016年到2018年。我自古苏邦有来在三岁正干正屋嘅细三两三最松两蚊可以计是米松先生弟弟我好希望嚟位俾我几位系你屋嘅照顾我答应咧我也听你电话老实干叻斗懒自动自觉作业我也听你作业利用你合约多谢先生弟弟最近喺香港。好，你识唔识得照顾 B B 啊？我识照顾 B B。点样照顾 B B 啊？我帮 B B 冲凉。嗯。我帮 B B 养奶。嗯。我帮 B B 换尿片。咁如果照顾老人家，你中唔中意啊？我中意老人家。嗯，咁你识唔识得同老人家冲凉啊？喂佢食嘢啊？我识弟弟。你识，好，唔该晒。唔该晒。拜拜。